个不上学的人起那么早，现在7:30，你7点钟就起来了，要看电视啊？姐姐都没醒，你就醒啦？我都困死了，不搞那个吹风机，你又没有头发，不吹。姐姐也起来了，你们两个画画先啊，等我刷完牙洗完脸再帮你们弄啊。妹妹已经洗完了，你要不要坐凳子画？哇，妹妹拿笔的姿势好正确，好棒哦。拿笔在这上，又没有人教他，他自己会拿。真的好棒！你这个怎么画？画一朵花给我看。啊，你跟姐姐学啊！你看姐姐画一朵花，你也画一朵小花，好吗？你们妹妹拿笔的姿势太正确了。给妹妹看，给妹妹看，给妹妹，给妹妹学习。哎呦，有个小花朵。今天下午等姐姐，舞蹈班下课了，我们就去柳州啊，去柳州跟爸爸。这是向日葵吗？如果是向日葵的话，在里面加上那个格子。他也能拿笔了，拿笔，哈哈。画画。画画，我看你画了什么，给妈妈看。来，挡住了，看不见了。哟，你的小画家，哟，有模有样的。按掉，按掉，重新来。按掉，清理掉。你看姐姐教你把它清理掉。啊，没有啦，你看姐姐按哪里呀？妹妹也按，清理一下。对，姐姐教。你听话姐姐的。你自己的呢？小画家。妹妹好棒哦，懂得自己握笔。按掉，清理掉，清理掉，重新来。按一下，妹妹按一下，姐姐你教她，姐姐，你按她的那颗教她一下。清理掉，好，重新画。好，你们两个画好了给我看啊，我看哪个更厉害。